好走。圈当。拉到腿了，当的力量拉到腿，腿才回来，横的力量出去，上步，走，注意胯当的力量，所以后腿不能倒下来，后腿不能倒下来，倒下来就没有了，后腿撑开，后腿当胯要往后撑。往后撑，这个力量才会到腿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在这边走，往腰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后腿是不是紧了？啊？是。腰往左转的时候，后腿撑开，它是不是紧了？力量就到腿上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力量到腿上了以后，把这个腿拉过来，再膨的力量出去，撑裆，出去。好，先撑裆，每一次动都是先动胯，有裆了你才走，先开胯，撑，前胯先走，你看前胯先走。后胯先走，转，那个腿，你那个腿掉了，哎，撑，这个腿往这边转的时候，右腿不能倒，右腿不能倒下来哈，裆还是要撑着，啊，我们在哪边？这边。撑后胯，落下，撑前胯，当出来，力量是超过手，跟着力量走。好，在这边要往后的时候呢，先开后胯，撑起来，后腿不要倒掉，右胯撑起来。转，当走，上步。好，过来，先开后胯，你看，先开后胯，撑开，还是撑开，拉腰走，把后腿拉过来。走，撑，你看，落脚先撑，力量过右膝了，脚往前落，撑右胯，撑，刚才撑左胯，现在撑右胯，当我说撑右胯的时候，其实左胯也要撑啊，只是右为主，左是辅助的拉，啊，前后都一样。这个裆要撑开，好，裆你看，裆胯走，裆胯先走，裆胯先走，不对，看，重心在后。你们看这个胯，白鹤亮翅，是不是要走了？这个先，有没有？这个先，这个一走，力量就到右，你看力量就到手，有没有？到这里的时候再撑，你看变成这个往前撑，这往后撑，
所以这个先是开往两边撑，左胯往前撑，落下撑开往前撑，上步看不到，好，来摆合两次，开落后胯，落前胯，撑上步，收后腿。好，现在是两个胯，右胯往后，左胯往前，变成一个圆，这样起来，这样起来，不对，不是这样转，不是这样转，不是向右转，是前后拉，前后拉，这个前后拉放啊，好，再撑，撑裆，走，后坐，撑开，后胯往后撑，摆步，前胯撑，拉出来，上步。刚才讲的弓步要上步了，拉开内合，力量上来，前后胯撑，放，好，两个胯往两边画圆，要两边撑开，旋起来，胯旋，胯翻。前胯往外摆开，撑，上步，撑开，拉刀，后坐，后胯往后拉，前胯往前顶，松腰，翻，落，撑裆，开。好，我们先第一段。